有叱咤乐坛 C All Star 热闹乐坛。恭喜四位！多谢多谢家姐，多谢家姐，我哋嚟热闹乐坛，多谢你哋上嚟。点解恭喜呢？因为已经宣布咗啦，即将会开音乐会，正式嚟讲，当然唔计 live 啊，或者同管弦乐团嘅合作啊等等，属于你哋 C All Star 真真正正卖飞音乐会，系咪叫第一次呢？冇错冇错。自己的第一次，即系全程即系自己包办啊，自己谂法个 concept 啊等等所有嘢，咁同埋即系真真正正买飞啦，即系唔需要再碌卡啊、储分啊、饮水或者饮水啊、饮水唱 K 啊，咁真系可以有银两就得啦，银两就得噶啦，银两有时间就 OK 啦，你有银两。咁你哋各自嘅心情如何咧？有权啊吓，嗱你知啦，超峰嗰啲处女座嚟啊嘛，可能好悲观噶嘛，哇死啦好大压力啦，咁但系咧。我都唔敢讲，我劲压力。系啦，阿乐观仔安仔咧就会话：，哇，劲开心啊！咁样，知道晒家姐。不如你哋各人讲下自己对于第一次嘅 C All Star 音乐会嗰个心情如何先？乐观仔紧张又唔系好紧张，系反而系啊好兴奋啊，因为始终第一个自己嘅演唱会啦，咁可以自己想做啲咩都可以提议出嚟咯。咁亦都入边最开心咪可以唱到好多可以自己嘅作品啦，同埋各自各一啲嘅 solo 歌，咁所以係其实好兴奋嘅，即係可以想唱啲歌，即係好想唱出嚟囉，咁就俾大家听，同埋因为自己嘅演唱会首先係我哋平时真係好少係四个 handle 一件事。是咩啊？平日系只系得超峰一个人 handle， 唔系，我唔系好明嗰啲，我都唔系好明，即系平时会有其他嘅单位一齐，哦，甚至真系自己，即系譬如安哥会带住啊，成啊咁样，咁会做主持啊，自己做埋啊嗰啲咧，主持歌啊，你做主持系咪？佢冇人会期待你做主持啊，阿 King 啊，我谂你要解释多少少，如果唔系大家会误会啊，点解感觉上？即系今次好孤单嘅，得你哋四个人做嘅啫。因为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合作单位好多，每次都亦都系可能人哋即系已经觉得喂 ，C All Star 不如你哋唱呢几首啊，或者个 run down 我哋有个咁嘅主题噃、哦。即系你哋要循住某啲 guideline 去做。系啦，咁我哋今次真系，咦，我哋自己搞咯，你哋有咩意见啊？其实可能开始，咦，点解我哋，咦，好似咁奇怪嘅，要我哋谂嘅咁样，唔系，即系会有多啲咁嘅。想法和见解摆入去呢度，会唔会又系咁啊？旁边嘅团队甚至唱片公司或者 management 见到你四个，好有自己嘅想法啦，或者已经成长咗啦，甚至对你哋好放心啊，所以嚟到今个音乐会咧就调翻转头啦，唔系俾 guideline 你哋，你哋有咩想唱嘅歌啊？你哋有咩谂法？会唔会系咁咧？都有啊，同埋我觉得最开心就系我哋真系四个加埋系十六个啊，四个齐整整地真系毕晒业啦。同埋最开心，因为都有倾到个演唱会入边个内容啦，我觉得都俾几惊喜啊，即系唔系对，未必系对外边，对我哋四个好多惊喜啊。系啊，因为好多 part。啊，首先个演唱会叫做 See Your Live 啊嘛，咁 LIVE 即系现场个感觉啦，有好多嘢咧系谂住唔会 rehearsal 噶啦，唔搞嘅嗰啲嘢，即系例如一 part 会系真系俾翻人去现场去点歌啊，点人哋嘅歌，唔系点我哋嘅歌，系咁我哋估唔到噶嘛，我哋系咪先即场去唱？系啊，你哋有冇唱勾手指尾啊？咁你哋又唱噶咯喎，勾手指尾，每个爱你就咁样玩法啦，就有好天气完。即系咁样啦，就系咁即兴噶啦。仲有一 part 系谂住系跳舞，但唔系我哋跳嘅，会准佢话阿监制话准备咗四个辣妹俾我哋。哇！咁咩叫俾我哋呢？其实系我哋企喺上边，有啲辣妹会辣我哋咁样跳舞。咁呢 part 又唔排佢话。哇！呢啲儿童适唔适宜噶？头先你讲咗好多位置上嘅嘢，点样俾啲辣妹你又企喺上边？嗱，首先我唔理适唔适宜，企喺台上边，企喺台上边，你可唔可以讲得清楚少少？你知啦，你话对你哋嚟讲好惊喜噶嘛？我惊会唔会有啲我哋真系从来冇睇过、冇预料过，原来喺 C All Star 上面系会冇呢啲咁嘅画面嘅。首先，咁其实本身一开头，因为我呢个悲观仔咧，就问阿简：死啦，究竟会唔会跳舞噶？你知我哋都几多斤两噶啦，咁样咁系。等先，好似系咪真系重？
来冇试过跳舞，即系几下都有嘅 ，step 系有嘅，几下都有嘅。但系真系搵排舞师排一只舞就未试过嘅，就真系冇，即系之前都系阿简嚟啊嗰个，听话排舞师完完整整系一手又真系未试过嘅，系啦系啦，咁啊有好多好多呢啲即兴嘅嘢。咁即系话阿超峰其实已经举咗手话最好唔好跳舞，系咪咁？其实唔系，我忧心啫，我都想突破自己嘅，咁但系嗰下就阿简话，其实呢下你唔需要担心啊，因为我安排咗，因为你唔会俾你练，唔会俾你彩排，系啊，即兴嘅系啊，跳舞嘅唔系你哋四个，有四个辣妹咁样，咁嗰刻就即系都唔知道放松定系紧张好啦，唔好谂啦，唔好谂啦，即系其实某程度上，我唔谂，系你一个真人 show， 即系试练你哋当时嘅反应啦，试个 live， 唔单止系我哋啊，可能系啲我哋后边对 band 都要、要试埋，都要有辣妹系咪？都有啦，可能啲辣妹走去辣个 bass 吉他，辣佢嘅吉他咁啊，我唔知啊，唔知有冇咁嘅情况出现。咁你哋见过嗰四个辣妹未咧？你哋有冇权去拣嘅咧？嗰四个辣妹？可能即系最后出。出嚟系天鹅嚟嘅，肥天鹅，肥天鹅，唔系系四个小朋友嚟，可能小朋友有好多未知数，系呢个监制谂住俾 surprise 我哋，亦都俾现场观众嘅，甚至乎系俾埋我哋音乐总监 Johnny Yim 咁样嘅。喂，咁你哋听到头先嗰啲想法啦，大家会话俾你哋听，喂，有辣妹，或者有啲 unexpected， 或者唔俾你哋 rehearsal 嘅嘢，你哋当时嘅反应系惊啊、反抗啊，定系欣然接受咧？我觉得有啲系做翻自己。我覺得最開心是不用排，因為不用排就不用擔心了嘛。我擔心啊，我不排我擔心啊。通常呢是做演唱會的時候，歌手會閉關三個月去練六嚿腹肌啊，又成這樣，即很明顯這件事不會在你們身上出現，因為都不用 rehearsal 的，是是，但也想有六嚿的，我心裡面都想總有一天我有六嚿可以出來的，給自己看啊，給自己看的，都是給自己看的。那Jason的談呢感觉如何呢？唔使排喎，最好唔使排啦，因为成个演唱会嘅感觉都想系好 honest 啊，好即兴啊，好诚实地表现你哋自己，好系 show off 啊，所以心情我觉得唔需要紧张，咁轻松啲啱嘅，系唔使排咧就假嘅，咁咧有啲位啦，阿皇上一句，皇上系一句推翻晒你哋所有嘢。唔使排咧，其實係有兩係有二十分鐘係唔使排嘅，咁係啦。咁依方面係依個唔使排就係俾我哋一齊即興嘅。咁嗰啲位咧就俾我試下去玩下去點樣去將成件事係做到 live 咁咯。Okay, okay. 真正的 live 那些就是即興，我們就講下另外那百幾分鐘是要排的了。當然了，有很多有很多要了，是的，或者有些什麼想法，剛才一開始你們都說了，哇，今次真的我們四個去度去想、總有些東西可能在之前所有的演唱會音樂會上面是收起了的，未拿出來的、會是什麼呢？那些如果講我自己，我是很想有一 part 是、連埋 drama 這樣做的，因為之前我們試過是做那些、life 都有少少啊，有少少啊，系咯，嗨到已经觉得好，即系好开心可以做到呢样嘢。都希望如果有一 part 系做 drama， 大家一齐一度唱，一边唱歌一边做戏，咁我好 enjoy 呢一种嘅玩法咯。阿 Jace 咧，收埋嘅都系唔系我自己，咪一路都收埋咯，收埋自己收埋，成个 Jace 收埋咗。谂住今次释放翻自己出嚟未咧？冇错，我谂住今次呢个演唱会可以达到一个忘我嘅境界，忘我嘅境界，我、okay、就真系将自己释放咗啦。嗯，明白明白。我哋好期待啊，或者有一 part 系佢 solo 嘅，佢自己唱晒嘅。会啊会啊会啊，都各自都。我哋系落去睇 show 啦，其实我哋三个就因为坐喺观众席咁。其实真系会各自都会有一 part 系 solo 嘅，好似我哋。我哋当初都系比赛咁样斗嘛，咁喺演唱会再斗咯，系啦，再斗去唱自己嘅一啲嘅新歌或者自己拣咗一啲歌咁样。即系我哋当初四个都系比赛出身噶嘛，系、其实四个都未有默契啊。系啦，因为当日系以你哋个人身份参加噶嘛。系啊系啊。哦，咁我谂阿 King 会赢啦。唔会斗高音，唔会俾佢赢嘅。我哋唔会有一 part 系斗高音嘅。首先，我意思系斗，佢企出嚟系讲栋笃笑。唔系，佢栋笃喺度已经笑啦，唔使讲添啦。阿 King 咧，阿 King 你有啲咩想法咧？好想摆入去呢一个音乐会入边。你企喺度得啦，唔使。皇上有何想法咧？我依家已经冇想法了。真系佢几好笑。好啦，或者我嘅想法咧，其实。都踏入第三个年头，不经不觉，是我杀真系。
起初都觉得自己仲系好似好新啊成啊。咁我想好希望呢个演唱会完全属于系 C All Star 嘅演唱会，系多啲回顾咯。多啲回顾我哋呢三年，多啲回顾我哋内心世界究竟有啲咩諗法，有啲咩歌可以表达到当时嗰刻我諗緊咩啦。同埋我成日觉得一个演唱会系一个记录嚟㗎，即係一个好好嘅记录。咁当刻我哋做过啲乜嘢，或者係当时我哋组成之前嗰一团伙，而家展露返出嚟。话俾人哋听，我哋当初究竟嘅谂法同而家有咩唔同？即系好似有少少系回顾，甚至同你哋去翻 day one 一齐，慢慢又再经历，又再成长，去到今天嘅 Super Star 咁。冇错，因为毕咗业，毕竟即系谂法都多咗，想 involve 嘅，想摆嘅力量都多啲咯。好啦，咁一个演唱会咧，个音乐班底就好紧要啦。你哋拣咗啲咩人咧？头先听到有 Johnny Yim 做你哋嘅音乐总监啦。冇错，想讲。咁Johnny Yim 第一次同佢合作嘅，咁有试过上嚟我哋公司去开会啊咁样啦，咁我哋諗緊點樣同佢溝通好，因为不嬲都知道佢嘅，哇佢嘅編曲好犀利，咁样我哋就现场即席啦，喺公司我哋一人攞住一支咪，跟住搵埋小童帮手伴奏，唱我哋自己嘅平时会玩开嘅，即係平时可能係 acapella 啦，啲 medley 啊嗰啲啊，係啦嗰啲无敌 medley 啦，咁样就又或者係我哋揀咗一啲我哋觉得好听嘅歌，即场嘅话小童弹，跟住阿 Johnny 去睇下听下啦，跟住好得意啊，阿 Johnny 好得意，哇 cool nice good。呢个就系 comment 啦，咁样即系想将最真实 C.O.S.T. 嘅一面俾佢睇，同埋立体啲嘅成件事，即系立体到系可以好具体添嘛，好具体添嘛，即刻表演。咁做咗嗰个好似喺透过即系嗰次一个 mini concert 咧，俾咗一个 Johnny Yim 你自己嘅。几耐噶嗰个 concert？ 其实都系四分钟嘅啫。唔系啊，都20分钟，廿分钟噶都。即系你哋嗰啲无敌 melody 应该大约唱两至三首到就完咗啦。系啊，因为想Johnny去编排一个可能属于我哋，同埋我哋属于我哋同埋 Johnny Yim 之间嘅一个新嘅可能嘅一个嘅 acapella 咁样，或者系揾乐手嘅阶段系点样先最适合 C All Star？ 其实都要好，真系要好具体噶嘛啲嘢，唔系透过讲出嚟。我哋平时玩咩咁，我哋真系唱俾你听咯。感觉上即系当日嚟。就是賣鏡拼拼啦，即係Johnny Yim咧就賣嚟試試你哋四個個身啊，應該係可以點樣做法咁樣。但係佢個 comment 得意喎 ，cool。Nice, good, positive 嘅最紧要，我呢个悲观仔听到都，唔系佢仲要系有少少可能啦，个身向后倾斜透少少，跟住翘埋手啊 ，cool 嗰啲咧。唔系咁即系嗱，呢点解话呢三个 comment 得意咧？就系咁即系其实 OK 喎，你照翻咁样做得噶咯，唔使加任何嘢噶咯。佢自己脑入边好多好多嘅谂法嘅，一定系。可能佢暂时俾要写咗呢个 comment 去等我哋舒服啲先啦。嚟谂紧 music director 咧，可以有当然好多嘅想法，或者好多音乐性嘅嘢摆落嚟度啦。例如会唔会再搵对管弦乐团嚟啊？或者你哋平日好耍家嘅 acapella 再升华变成点样啊？咁佢开始透露俾你哋听未？或者会唔会有啲你哋意想不到嘅嘢喺好希望喺 Johnny Yim 身上搵到噶啦？我覺得其實因為我認識嘅 Johnny Yim 係一個好非常叻去編曲，或者係揾歌手嘅特點去 offer 一個佢最貼身嘅編曲嘅嘢。咁如果我哋四個人都可以即係真正正可以完全介紹俾佢識，完全介紹嘅意思係我嘅性格，我嘅唱歌嗰陣時嘅特質。佢可以展露出嚟咧，我哋四 part 嘅 solo 或者我哋一齐 group 埋嘅嘢都会强啲咯。咁我唔知喺嗰20分钟可唔可以一次过话晒俾佢听啦。不过成个过程我都希望Johnny Yim 系俾个好贴身嘅嘢我咯。我会更加把握机会同佢沟通啦呢样嘢。总言之就系利用呢一段时间俾佢认识得你哋好透彻，咁就可以发挥你哋啦。绝对要啊，绝对要。嗱，咁啊 ，C All Star 从来俾大家觉得咧，就系你哋都真系非常音乐性嘅，acapella 啦，你啲声好靓啦，咁。
做一個音樂會，除了音樂部分，可能有視覺效果啦，有你哋嘅六嚿腹肌啦，可能嚇，甚至有啲家姐真係清楚我哋啊，可能啫，可以整出嚟噶嘛，嗰啲都可以畫出嚟嘅，畫出嚟，甚至可能有啲煙花爆破等等無窮嘅可能性。我好想知道 C All Star 心目中嚟緊個音樂會，除咗音樂以外，仲會有啲乜嘢咧？或者你同我講冇純音樂，我哋就係集中落音樂，係點樣嘅咧？其实我自己来讲我都想有些突破的，即除了跳舞之外呢，我希望在这个阶段想真的有一件事可以 show 给大家看我的对于这个音乐会的诚意，譬如说是真的可以练到自弹自唱。我去六个腹肌添你讲。不是他放弃了，他说迟些先啊，这个。是啊，现在还是成旧一块过而已，就是。咁但係我唔知道㗎，即係最終監製收唔收貨，或者大家做唔做到係另一回事。但我印象中你好似有自彈自唱㗎。冇啊，梗係冇啊，我自己冇啊。咪可能喺房旅遊巴嗰陣時睇到。嗰個唔係，嗰係我彈佢唱嗰係。咁其實佢自彈，我自唱。好想喺演唱會有個你話視覺上啊嘛，咁、我係想睇下觀眾嘅，因為有一 part 係諗住係真係開 party 嘅咁啊，我想睇下觀眾將身體上嘅嘢全部放低，咁啊一齊，再加埋辣妹，一低個人，哇！其實不如辣妹嗰度一齊可能落台辣添、可能係。係咯。但我不知道大辣、中辣定小辣，麻辣麻辣。麻辣。咁啊，King同阿 Jace 咧。有咩想法呢？譬如音樂以外嘅、音樂以外、其實音樂以外真係冇乜點諗，因為呢個音樂真係第一個音樂會啦，想唔好咁搞咁多花神。即係其實喺阿傾心目中就想真係好集中嗰個音樂性啦、但你要負責棟篤笑喎，你唔好唔記得喎。係啊，家姐安排咗呢 part 俾你啦，已經。可能到時去暖場啊，佢會一出嚟一就升起嚟嘅，佢企喺度，係自動波啊嗰啲，可能唔知點解係啊。暖場嘉賓，突然間出阿傾，跟住到阿 Jace 啦。我反而除咗唱歌之外，我想同大家傾下偈。因为呢啲几年都冇乜点同我大家倾偈，好似喺台上好仓促噶嘛，好仓促每一次，或者所有嘢好 scripted 咯，即系有晒对白，即系嗰只倾偈咯，或者俾我同超峰讲晒咯，平时系啦，我哋要唔好讲咁多嘢。唔系咁，头先阿 Jace 讲咗啦，佢想开放自己啊嘛，系啊，音乐会度直情俾大家多啲见到佢、听到佢同埋认识佢，系俾大家认识我之余，但系我都有希望有机会可以认识到台下嘅台下嘅一啲 fans 嚟嘅，一啲 CEO fans 咁样啦，大家交流一下，咁我都系。好多朋友面对他第一个的音乐会，无论是什么场地都会有些紧张的，但今天见到你们四个是很兴奋很轻松的，会不会是已经即是很有信心，所以就可以这么悠然自得呢？完成了很多东西、可能我们这一年即已经读了 run， 不是、对于个音乐会、我对于个音乐会、其实今晚才开会的，有时其实刚才未知有几大工程，刚才说的很多都未知所以今晚才知道很多东西，今晚才知道未到，那暂时就知道了，明天就会公开这个演唱会的了，真的发售了，与此同时明天就会推出你们的全新专辑、今天我们没时间了，但约了你们了，下个礼拜就会逐首歌听、讲少少啊，那张专辑叫什么名字？To begin from the end， 是不是2012 To begin from the end 都可以，都可以咁讲系咪 ？OK， 好明显你好有意思嗰啲啦，由开始到最后，其实真系好多回顾噶喺呢只碟入边，同埋多咗讲自己嘅。咁真系好似同阿超峰头先讲，嚟紧嘅音乐会都想同乐迷一齐再睇翻以前，一齐再成长过。咁应该系呼应噶咯，即系同个音乐会系咪咧？可以咁讲，因为碟入边都好少可喺之前减三只专辑系未见过讲我哋自己一啲嘅好私人嘅事啊，即系例如可能我会攞我自己一啲真实嘅感情世界嘅嘢同大家分享啊，咁阿 J 就会讲下佢自己个性格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啊，会咁样咯。而呢个算系即系呢只碟都算系即系自己嘅毕业，即系我哋嘅毕业作啊，即系讲紧我哋真系四个十六个，真系毕咗业啦。咁究竟往后嘅 C O S 会变成点咧？呢只碟都有讲。咁我哋下个礼拜再上嚟青山乐坛讲讲好冇？好，多谢晒，拜拜。无端百事改老是花名。
齐心吃午饭，然后炸订。我们多么自我，常欠功课。年轻得到处订水弹，随抽屉里如垃圾站。我们的杰作荒诞，放肆为了抢眼。分党派玩杯葛，黄毛小子闯过祸。怀念我上课睡觉，放假玩乐，不知好歹任由我走走冤枉路。校舍中总会有It's my last day。 本来是送他们出去门口的啦，跟着他们在我面前炫耀那支吉他。什么那么巴闭呢？你就是许志安送给我们的一个吉他。安哥多谢你。是的，真的多谢他。哇，后面签了名。签了名就是 My Dear C All Star， 努力加油安仔。Enjoy music， 安仔都是他啊，不是你啊。是不是因为上次做 live 的时候 friend 了呢？大家是啊，因为之前我同埋有去踢波啦，同佢一齐，咁有同台演出过啦，咁所以佢系好照顾我哋噶。啊，你喂，唔使紧张，玩开心啲，系啊，咁样 enjoy 呢个舞台，同埋第一次我哋喺佢口中听到 dear 呢个字。My dear， 所以希望当日佢可以邀请佢嚟我睇我哋演唱会。系咯，咁当日演唱会你估会唔会有佢做特别嘉宾呢？唔知道，佢嚟已经好开心啦，即系佢嚟睇已经好开心啦。好啦，多谢安哥，系咪？多谢安哥 ，Thank you， 拜拜，咁走咯，你真系要，拜拜。在幸福中不知福 ，It's my last day。这日同学互相告别，散发出最后狂热。前面的路程纵使感受，仍然不会够特别。社会不会有后路，在幸福中不知福。It's my last day。It's my last day。衷心预祝佢哋四个演唱会成功。It's my last day。票房大卖啊 ！See you star 嘅 last day。